电缆在聚合前要进行一个识别。今天我们演练的线路是演练线路003，使用的仪器是停电电缆识别仪 HCI。我们在进行识别之前，我们有几个注意事项。第一，我们要首选好像红像。第二，我们要保证形成唯一回路，将我们电缆两端变子接地变子进行一个悬空。施加信号，将红像的对端接地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一个接线识别。我们将仪器的保护地黄夹子和仪器的工作地黑夹子首先分别接地。将红夹子夹在我们的好像红像上，然后我们去对端将红像进行一个短接。